你在哪儿呢？虾呀。嗯、啊。噜噜噜。你在哪儿呢？虾虾虾呀。露露，你在虾呀。啊，他们对你今天要去吃火锅。他们又去吃火锅？对啊，这不是又吃火锅了？怎么这样？已经没有原则了。对呀、啊。我们也可以没有原则，我没有原则就比较狠，没有底线。瞎呀！我跟你说，我们的队员，我们没有原则，我们是，我们把他们的队员请拿过来，我们请你吃火锅。我别吃火锅，我们吃其他的呗。行，但是我想吃火锅，是我都饿。要再让他们眼红。好，一二三。